小孩问你，为什么我的奶奶跟妈妈不一样，或者是为什么爸爸有毛毛虫我没有，这样会问的哦。米罗大哥，爸爸为什么你冬天你脚冬天有冬滴？捏牛啊！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对不对？她讲到捏捏，那我就会跟她讲，你看吧，哦，那每个小朋友啊，哦，不管生出来啊，不管男女的都没有啊。嗯啊，但看女生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就会开始会有从的一点点到现在，要不然你看哦，现在每个妈妈是不是都有捏捏？对。没有啊，隔壁的阿姨就没有。哦，因为真的，那我再跟他解释，我当时要秒温车，命运的捉弄，神明不保佑，对，还是要让他知道说，哦，你要长大之后才会有了。OK， 啊，男生我也会一样，男生就比较好沟通了。那像男的跟男的，我跟我儿子会讲啊，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跟我小朋友都一起洗澡，嗯。所以我女儿什么都他们也都很清楚哦，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。嗯，那我从小跟她讲，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能让任何人碰，是任何人都不行。对，好像有什么问题要跟妈妈讲，跟爸爸讲。你到几岁才会不敢跟女儿洗澡？后来到几岁？大概幼稚园左右吧。嗯，因为我以前都每天跟她泡着，然后不噜不噜不噜就在一起玩。是，对啊，真的也是到幼稚园之后，有一天那个李院长就说，我再也不想跟女儿洗澡了。尴尬了，就尴尬，他会尴尬，要不然他就会穿内裤。哦，跟爸爸有的时候会保遮一下，他就会尴尬，就不想去解释这么多。对，幼稚园就开始小女孩啦，他就会开始，就算是不是小女孩，她没有那一方面的想法，她也会看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身体结构是不一样？像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哦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不能去碰女生，碰女生就死定了。嗯，对。然后，可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哦，哦，姐比姐她给的。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，就男生哦，我那个不是互扯，不扯而已啊，打招呼。阿鲁巴，阿鲁巴，以前最流行阿鲁巴，然后阿鲁巴，这每天都有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会老师讲，就是一种一个叫什么，类似那种喊口头禅什么样哦，我好朋友 LP 公家友，你是好啊友，我不爱好你友。男的就我们男生很无聊啊，这些对啊，可是女生好像也不会这样，不会啊，不会。我老公说他们以前篮球员都是抓下面然后打招呼的感觉，对啊，对啊。其实我坦白到现在，我们有时候拍戏，很多演员啊，我们互相之间还会这样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男生永远啊，心里面住一个长不大的小，长不大的小男生，他过去啊，喂，真的会这样。